事后验证，欢迎来到这一节财富长城。好，经过了昨天130家、120家的跌停板，那我想今天大盘小涨个16点，华亚科涨停了。当然，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来了，那么或是我们自己刚刚加入我们3D波浪团队的朋友，他们也都蛮兴奋的，因为今天盘面还有18家在跌停板。那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一直跟其他的投顾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侧标写的事先规划事后验证。透过一个规划式的操作，老实讲，空单要赚，多单要赚，这个也不过就是在规划式操作里面的动作而已。每天到节目里面来，我只希望给各位看一看，当你拥有这种精准的事先规划，当你自己亲眼验证了，那么你把握了同步行动，差一天能够差多少？节目一开始，我还是请各位再来回看一下这一波啊，我真的是当了蛮久的坏人了啊，当了很久的坏人。从3月20号这一天开始，请你中小型股见好就收。来到4月20号，喷上1000点之前，我依然请你把握这一周开始的反弹、短弹啊，上万点了。那一波短弹上万点了，很多投资朋友还觉得陈伟成，你是看错了。我没有看错，我只担心我事先规划看到的陷阱你不知道。4月28号再次警告你，时间用尽。4月29号就要开始面临第一个转折。亲眼验证的节目画面还在这里。甚至于因为到了4月27号那一天还有49家涨停板。我跟你好说歹说也没有用。我只好请你亲眼来验证。然后在那一段个股以空方操作的为主轴的一个时间里面，从3月20号到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有什么？我们先赚了什么？这一张字卡你看了多久？整整一个多月啊，整整一个多月。那段时间我们空单大赚了什么？你一定都还记得，美绿
97.8空，5月6号67.7回补，西博133空，5月6号119回补，景硕回补，和旺留到最后一天5月8号回补，当然还有一档，你一定印象深刻，3474的华雅科，4月15号空在40.15，扣讯还在这里。华雅科40.15空下来之后，同样在5月6号那一天跌到了32.5。我已经在节目里面当天我讲了一件很重要的讯息。什么很重要的讯息？5月6号这一天，个股的空单全数获利回补。我说，在5月6号的这一周，下一周啊，就是这一周，要给全天下的妈妈一个有感的万点。要给全天下的妈妈一个有感的万点。字卡还在这里，画面还在这里。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感的万点？这是当天的侧标，个股做多历程。华雅科，我也给各位看到3474的华雅科，在5月6号那一天，我们的call讯资金拆成三笔，慢慢买，32.5买1/3。昨天100家跌停，昨天这100多家跌停，老师在节目里面跟你写什么？买点浮现。那华雅科买不买？昨天100多家跌停，这是我们的讯息。恐慌性的卖压出笼也是最好的买点。手中还没有华雅科的新会员，市价买进一笔，12:53，华雅科当时在30.4。所以一档股票，我答应给全天下妈妈要有一个有感的万点，我们做到了没有？我知道，当然很多朋友会想说，老师，那到底会不会到万点？会不会到万点？脖子拉长了，在这边等嘛，对不对？我倒要请问各位，如果到了万点，你的股票还回不来，这怎么办？观众朋友太习惯把指数跟个股去扯到一块，到了今天，华雅科这档股票，当我做空的时候，你亲眼验证如何空单大赚。当
当我做多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今天华亚科亮灯涨停板。于是乎，这档股票，那我们就说这一档股票了，跌停的时候，跌停的时候，在4月28号那一天还在跌的时候，你有没有亲眼验证？有没有？有吧。当我买进华亚科的时候，华亚科今天大涨，涨停。你有没有亲眼验证？有吗？这张股票只是在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各位一个简单的事实。简单的动作，你不断的去正确的去重复它，你只要按照老师的事先规划，华亚科空单你可以赚，反手买多你可以赚。所以今天盘面上当然还有很多的个股还在灌杀到跌停，那这些股票我必须讲，当然还有18家了，还有18家了。老实讲，我没有办法说1-2000档股票哦，每一档我都要去，我每个都要去给搞，我都，我只能说，如果你手上还有这种股票，今天一价灌到跌停的，还有这种股票，连锁2天。还有这种股票，还有这种股票，还有今天我们也有一位新朋友，他拿来给我看的持股诊断，也还有这种股票的，我只能告诉你，万点跟你无缘，万点跟你无缘呐、啊，就是有万点你也无感嘛。那今天很简单，盘面就小涨了17点。华亚科空单要赚跌停，赚了40.15块，空到32.5块，赚了将近8块钱。好吧，10张你就算8万，好不好？我们不要说什么1000万了。华亚科要做多，节目当中也事先预告，然后华亚科涨停。那我请问你，观众朋友，现阶段这个时候啊，还有18家在跌停板，那未来在本周，今天不过才周二而已嘛。未来这么还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还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你在股市的多空操作里面，你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多空灵活操作的老师？你只有一件事情，相信自己的亲眼验证，相信你自己的亲眼验证了。华亚科从赚了跌停再赚涨停，来来回回就这么2趟，差了多少？昨天我们的新成员30.45块买进的，
你觉得他今天开不开心？刚刚扣讯给你看到的，我不想只用一档股票，只用一档股票来跟各位做验证，但是时间有限，我只是要各位告诉各位说，第一，我的看法没有改变；第二，还没上万点。我们的华亚科除了空单前波大赚之外，反手做多之后，今天再亮灯涨停。你现在被他的股票要怎么救？抱着他吗？等着上万点看会不会涨回来？不是吗？你一定要看到自己，相信你自己亲眼验证的灵活操作，事先规划，把握我们三 D 波浪的同步行动。这还在9680点而已，时间有限，所以广告时间赶紧赶紧的。当你错失一步的时候，当你错失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的华亚科已经空单赚完，再赚多单了。广告时间，你还等什么呢？下个阶段我们继续回来。是有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 2781-0909。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部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斟酌每一个环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因为珍惜托付，所以全力以赴。韵达投顾02-2781-090902-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淡水最有气质的建筑，天骏，2623-7000。那么这个今天收盘的结果，当然我是蛮开心的了哈。当然恭喜涨停板总是比恭喜跌停板来得好多了。那回想起华亚科哈这档股票，那我在4月15号那天放空的时候，当时还有40.15块，40.15块，大概4月15号在这个地方嘛。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当时的讯息。导播镜头带近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华亚科市价空一笔。这个是后来华亚科一波大跌之后，当时的画面。那我们说股市的灵活操作，必须是透过一个事先的规划。我也讲过很多次，从3月20号一直到5月上旬，
波做空很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将来要带各位做一波有感的万点。那做法能够怎么样？在我规划里面应该做空的时候就做空嘛，对不对？在这个位置点应该做空的时候就做空嘛，然后到当时当然是怎么样，先享受跌停大跌，一直到五月六号这一天空单获利回补，并且也在节目里面跟你讲我已经开始布局华亚科的多单，昨天恐慌性的卖压，我们也继续在加码买进。所以今天这个华亚科对我来讲，这个涨停对我们来讲，只是另外一次在无数次的事先规划事后验证里面，也是你无数次亲眼验证的过程里面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那当然今天历程也还涨嘛，对不对？那个不是说不说是没有时间而已啊，阳城也还好嘛，还是赚啊。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昨天经过一百多家跌停之后啊，就有很多分析师又跳出来了，来赶快把盘往下做。当个分析师多简单，只要看涨说涨，看跌说跌就可以了，是不是？你还能够在哪里看到自己的亲眼验证？还有什么节目，还有哪一个老师可以让你自己去亲眼验证这一步一步像华亚科一样由空赚完空单再赚多单这种真正事先规划的灵活操作？大家脖子拉长了，每天都要等指数，我指数的看法我也没改变，只是我不会说那个沿路哈，从9900、9800、9700这样没完没了的买下来，这个操作一定有灵活的。那昨天做多单续报没有错啊，早盘你不能先短出一下吗？9:09短出一下，调节一下，这接下来没有低档给你买吗？就所有的操作，包含了个股，包含了期指，都是一样的。我仍然是希望说，这一波啊，从3月20号到那个两天一夜情的万点，那个两天一夜情的万点，啊，那很多人好像是如梦初醒，眼看着指数上万点。说实在的，有回档也不过就是回到9700附近嘛。然后呢，股票腰斩的腰斩了，被断头的断头了，啊，所以我老实讲说，刚开始我跟你讲说，之前哈，我们为什么要去先做空？现在这些钱，现在赚前面空单赚到的这些钱，包含华亚科空单赚到的这些钱，在我们华亚科反手开始做多的时候，你验证到一件什么事实？空单赚完赚多单。这不就是老师一直在跟你强调，一直在跟你事先强调的吗？盘面的看法我没有改变啊，我只要告诉你还没到万点，三 D 波浪的成员都很有感了。上次上万点我们大赚空单，这一次还没到万点，华亚科已经涨停赚多单，我没有办法跟各位扯一大堆的理论，你要上课，
我之后会开课教你。那你看到今天还有一大堆老师在那边讲空的，你自己亲眼验证看看，自己亲眼验证看看，决定了之后就不要犹豫，把握三 D 波浪的同步行动。广告时间，明天都还来得及，赶紧把电话给拨通，谢谢。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窗专利复合式导块，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鹅牌气密窗，298711111。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斟酌每一个环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因为珍惜托付，所以全力以赴。韵达投顾02-2781-0909，02-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哇哇哇！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全国最大家具馆，很大很好逛，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家具馆春季三重送，现正实施中。装半天了，到底行不行啊？哎，师傅，还要多久啊？哦，好了啦，这只不用装啦。啊，这只不装，一氧化碳出不去，会死人呢、欸。热水器要请合格的技术室安装，完工的时候要请他在热水器上张贴施工标签，而且每次安装或维。